外的色呢，我出现 one。兔的色 sunset two。绿的色我要 lock。女孩子呢 close three。好 one。兔的 sunset。绿的色怎么样？我 close。One two three。One two three。好，基本上那六笔的五步其实很像。一个是我 cross 的时候它是 close， 我 close 的时候它是 cross， 所以我跟您跳来看啊，我们看，好 ，one two thre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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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基本的五步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说，如果一跳的话头会晕，那晕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跳两次或四次的时候，我们要一个 change step。好，我们看 change step 怎么跳呢？我现在我们跳两次好不好？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。好，我 change step 的时候呢，做一个一二三，跳 reverse step， 一二三，二二。Reverse 的时候没有错 ，change the nature， 哎 ，change the nature， 没有 cross， 全部是 cross， 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那我 change step 怎么办呢？一二三，就开始，一二三，好，基本上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看我头都晕了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休息哈，一个方法是。三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 ，check step 好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所以你看到我在 reverse 的时候呢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我怎么 check step 呢？一二三，再 check step。Natural turn. 那我再怎么样 ？Change step， 又变 reverse 又回来了。好，就是这样。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次转距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二三，开始跳。好，再一次哈，这个就是这个，总共有八步。好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回来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对看六呢，往前继续退，六二三，然后七二三，八二三，开始。